去休困啦，去休困啦。主管，歹势啦。去边啊，去边啊，去边啊。你听得到我声音吗？患者摔车，肩头部外伤，可能颅内出血，也准备 X 光机跟那个电脑断层扫描。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的骆子文骆医师，你好好休息，我先帮你做一些检查哦。曾医师，谢谢你。林妹妹，我们回病房喽。杨贝贝，你平常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去酒家的啦。酒家？嗯。阿拉嘞，我来啦。大哥。哎，陈英，哎，小妹子啊。哎。哦。高青山，你真像人呢。啊，高大人，卖搞亏啦。我来底下面头前，拿其他面子的嘛。哦，新来啊，啊，常常来就变久啊啦，哈。会当久啊起来啦。哎。叫一声高大爷啊！高大爷，好嘞好嘞。哎，啊，恁辛苦打拼做工课吼，啊，恁妈爱打拼算嘞吼。头下出来拢是家己人啦，只家己的所在，啊，尽量算，尽量忍啊。哎，小等我走卡三三行菜哈，各位来来来来，请请请。大哥，今天你们欢喜哦。来，你来人啊。好。一个是阿妈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どうも来高档へ请吼我恁工资开个无半仙哎王大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こかちゃんお少年一尊温厨是做米婆的啦杨伯伯你的胃溃疡有可能是喝酒引起的，而你的肺部纤维化、发炎积水，有可能是你以前做棉被的时候吸进太多棉花所造成的。安尼要哪处理啦？肺部要开刀。开刀？嗯。还要开偌济钱啊？杨贝贝，你如果有困难，不用担心。我们慈济医院的志工和社工一定会协助你的。现在，你只要安心将身体交给我们，你一定会尽心治好他的。出这样，嗯。
又着急啊，袂用个开门，袂用让家乡看到我即马呢。回去，去房间闭起来，永远莫开门啊。你嘛是什么情形？我唔知啦。钱和你生活，刘玲食好穿好，照顾有春。啊，你是倒位无满意啦？你要倒？啊，你唔是答应嘉轩讲，咱全家伙要出去食暗顿？三丁堡啦，二丁的囝要结婚娶新妇，无去会用的哦。嘉轩，今日你跟妈妈去吃饭。爸爸年假有时间，才带你去买糕啊！你有一堆啦，一间厝哦，甲饭店同款，回来就早睏，快点点出去。翠华，来，回家。好。为什么要帮那个女人？爸爸没抱那个女人啊，她只是在说话，较靠近而已。可是妈妈。好啊，别再说了啦。嘉轩。嘉轩，嘉轩。阿爸并无共款，你敢会认的？你是我的爸爸，我永远拢会记的。你无变，你变大汉了，你变足水。你还阁会记的？你细汉迄阵。阿爸，想爱念你的耳仔。嘉轩，你回来真好。先生，你有心理准备，检验报告已经出来啊。你的肝生着无好物件。无好物件，啊是不是肝癌？是啊。
先生，癌症伫即卖来讲无算是绝症，只要你好好配合阮做治疗，我相信还阁恢复机会。我不爱听遐废话，我可以当活偌久啦。OK， 曾医师他的意思，我可以当活偌久啊。你这次真正无骗我呢，你真正带我来看海啊！你要答应我哦，以后吼每一年你都要带我来看海吼。好，你先坐。又是高亢，又是低。